把许明同志救出来，就是我焦八路的见面礼。孙万全，咱八路军可不要什么见面礼。既然参加了抗日队伍，不管是谁打头阵，都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懂。可我也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吧？孙万全同志，这接应的任务也很重要。你放心，去里面营救许明同志，我们几个足够了。这次任务。 我们拼的不是人多，是巧劲儿，是速度。可是，别可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大家按照计划行动。是。这都后半夜了。刘大麻子不会耍咱们吧？情报真的，探寻给他钱，虚报军情，哼，探寻要他命。哦，双刃剑啊，这是。爹，高，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能开枪。哥，咱不能眼睁睁看着佟迪刚那小子抢了头颅吧？走。咱们一定要抢到他们前面。孙万全，你们能住嘴？一旦被鬼子发现困在院子里面，那可就麻烦了。怕什么？我不是怕，轻点说会扰乱整个部署导致任务失败，严重点会让我付出血的代价。他佟七刚可是我的仇人，要是让他立了这个头颅，我以后还怎么把他离婚？我今天就是豁了这条命，我也要抢了这个头颅。走。孙万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大きな魚を待とう。まだだ。それはこの魚ではない。はい。走！快点！
小毒蛇先上去了。哎呀，这个苏万全，没比同济刚强多少。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吧。好，快！小孙子，大伙都叫你害了。你们又想这样？都什么时候了，把这给我闭上！现在得想办法怎么突围。那周围都是鬼子，怎么出去啊？这晚杀了苏氏！ 我一定会斗上小鬼子，给你们报仇的。 是我错了，是我立功心切，是我搅乱了计划。这次失败，给我们每个人敲响了警钟，我们都要记住，记住这血的教训。 执行什么任务，都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和战前的部署。不过我就一直想不通，小鬼子给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好像早知道我们要来一样。看来我们的计划早就暴露了。我说小鬼子怎么能做个笼子让咱们钻呢？原来咱们有内奸呀！ 谁？谁？给我站出来！谁？好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把小五还有亮子带回去，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二雷子，你留下来打探一下消息，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指导员，我留来陪二雷子一块儿去。燕丹叔，您都受伤了，这没事，这就是一点皮外伤，放心吧。好。啊，黑铁铲呢？ 没小子，别瞎闹啊！哎，黑铁铲，干啥呢你？放下！哟，哎呦，铁铲兄弟，哎，别干嘛呢？别瞎闹啊！黑铁铲，你干嘛？八路军抗日杀鬼子，你把消息卖给了小日本，你这安的什么心？以前我佩服你仗义，现在我瞧不起你。 不是，铁铲兄弟，这谁跟你说的？我冤枉啊！你一直派人跟踪我，我们八路一行动就中了鬼子的埋伏，一行动就中鬼子的埋伏。除了你还有谁？啊！你跟小日本穿一条裤子，还想把我也拉进来？你安的什么心？铁铲兄弟，你想想，我对你怎么样？啊，我对你全家怎么样？ 你这就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你帮着小鬼子杀中国人，你才是忘恩负义！啊，我今天就帮你！等会儿，你刚才说那个事儿，确有此事吗？你自己问他呀！哎，我说刘大麻子，没有你这样的，你之前还跟我口口声声说一致对外，我们是中国人，不是你怎么你饭量你怎么就跟小鬼子合作呢？你没有你。 别打，别打，留着他也有用。走，看看去。给我追！ 兄弟们，给我从后面包抄他，走！ 哪儿的？妈的，这个黑铁铲！我哪来了？哎，老大，完了！啊，刚才跑的那是八路，你四处八路，你罪该万死啊你！王红艳，你别血口喷人了，那是我一仇家来找我寻仇来，没弄着我跑了，好不好？哎呀，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你逃不了干系，等抓住了那小子，咱再说。 你最好赶紧抓住，还省得老子费事儿了，是吧？今天我是受皇军的委托，给你带来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八路的救人行动被皇军破坏，酬金我带来。第二，特意。 前来聘任你为临城保安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啊呸！让我跟你一样当个汉奸，你想什么呢你？你别不识抬举，这点钱我带回去，你跟皇军解释，小心他们一不高兴，把你这个破窝炸的稀巴烂。爹，爹，刘局长让他跑了。我们
劲爆废了。你小子，嗯，给我等着。哎呀，这叫有其父必须有其子啊，我看是一窝废物。今天这事儿怎么还都搅和在一起了呢？啊，二大哥，这王红叶回去要是跟宫田瞎叨叨的话，咱们恐怕也会沾点麻烦。哎呀，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呐。其实我在想啊，与其说我们坐以待毙，不如……你的意思是，我去会会这个宫田？正是此意。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会就会会。昨晩近郊に十数人の発露が出入りしていた。宮田、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腐った泥は塀に乗らんというが貴様のことだ。貴様さえしっかりしていたら近郊は趣味のことでこんなに苦労する必要はないだろう。伊藤少佐、すべては自分の責任です。保護します。入れ。太君、刘大麻子出事儿了。他不仅通共，还放跑了八路，还说不愿做汉奸，这不明摆着和太君作对吗？バカバカ！伊藤少佐、あの刘大麻子消滅させてください。保護します。入れ。刘大麻子か、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ます。いい度胸だな、カカ。すぐ殺しましょう。くそ。おい。どうしてやれ。はい。宮田。もっと周りの声に耳を傾けろ。そうすれば正しい選択を導き出せるはずだ。はい。刘大麻子，你通共，你犯的是死罪！你太君，我冤枉啊！王侯爷，我招你惹你了？你上太君这儿说我坏，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喂。劉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お噂はかねがね。太君跟你打招呼呢。哎呦，太君，您太客气了。
那你该冤在哪的？受什么冤枉了？哦，太君，是这样的，王红叶在我们家看到那个人不是我的朋友，那是我的仇人，他是来找我算账的，他是不是八路，根本不知道。王红叶这颠倒黑白，非说我通工，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你放屁！你还说你不愿意加入保安队？哎呦哎，看着你吧，四龙。爹，太君让你少说两句。好嘞，太君。 这次给您提供的八路的情报准确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身份啊，我如果加入了保安队，那八路知道了肯定盯上我了，我还怎么再给太君提供情报？所以我不是说我不想加入保安队，说不能加入保安队啊。您说呢？刘大麻子，你不愿意做汉奸，你亲口说的你！哎呀，我老天爷，你是要想让我死吗？哎，你这干嘛？你到底想干嘛？你给我听清楚啊！八嘎！ 放开他！太君，这……欧三，阿七六君と繋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なら、彼はなぜ我々連情報を流すのだ？爹，太君的意思是，他要是私通八路，为啥有情报呢？ 宮田君，この男利用できるな。殺すなおし。了解。太君说饶你一条狗命。听见了没？啊？啥什么啊？太君说饶你一条狗命。太君英明，太君英明。其实。 我没别的想法，我也不可能通过，我就想啊，多找点有用的情报，不为别的，我把情报送给太君，太君这不还得给我个赏吗？<笑>太君，这是情报费，我带回来了，给不给他？太君，您做主。刘三，次回もっと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たら、この金は。 全部君のものだ。把手拿开，赏不赏你，看你以后的表现。哎，好。お前たち、互いに協力し合って大日本帝国をたまえ尽くすため。太君说了，让你跟着我爹好好干，为大日本帝国好好服务服务。 哈哈哈哈哈！哎，刘三，もしお前が八丁と繋がっていることは本当ならば、お前の村は全部さら地にしてやる。村民は皆殺しだからな。他就说了，要是你私通八路的话呀，杀你全家。 行，爹，咱们走。我们发誓，不可能，黑铁厂我是不为人。你也别再工作出去，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没有确凿证据，千万不要轻易下决定。以我的观察来看，他不会是内奸。 他不是走了吗？怎么？
回来了，王头，把队伍住你，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加入八路了。啊！那昨天晚上金花那事，是不是你们干的？对，俺家跟你唠唠，找俺有啥好唠的？王头，俺要不是被逼急了，俺也不会再来麻烦你啊！你快点走吧，这要是让小鬼子知道我和你们有来往，那非得杀了我呀！我说兄弟，我平常对你不薄吧，你总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送啊！那不是绝路啊！王头，我跟你唠唠。王头，我跟你好好唠唠。 看到又来了一堆小鬼子，那阵势可真不小呢。你看着许明没啊？看见了，但是没看清，就看见那小日本子好像在折磨他。孙大全，我放你走，我自己解决。我也是，我在弄。不要，我也去。站住！我走是无纪律，这什么地方？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不能依其用事，你们现在去，就是送死。只要能把许明救出来，能让我将功补过，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马后炮。 伊藤少佐、出血量は彼は。こいつはおびき寄せの餌だ。八六軍はきっと諦めない。機会を逃すな。殲滅させろ。はい。 戒备森严的，他们还敢再来吗？啊，他们会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八路军は諦めの悪い連中だ。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ろ。お前たちの任務は銀行の管理だ。何百もの労働者だ。八路が何かの動きを見せ、銀行の連中もこうしたら一大事だ。問題を起こすやつは、すぐ殺せ。太君说了，这些八路一定会来。 太君还给咱们授权了，这些人不听话的，直接杀了。行，是带着。走。 汉奸还敢回来？你说，你是不是给小日本当了内奸？我承认，我承认是俺东东的风声，你打死我也不冤。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老子，竟然还劫杀，你就回来了，就让他把话说清楚。
让小日本大赦，俺就是一挖矿的，挣的钱只够俺们娘俩平时填饱肚。俺周围的兄弟也都是矿里的穷小子，根本没有钱给俺娘治病。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去把刘大麻子借。钱借来，可俺娘她没挺过来。 我欠刘大麻子的钱，我得还。但，我只能跟他签了卖身契。他答应我，只要帮他办事儿，我的债就一笔一笔勾销。其实，在加路八路之前，我就见过你。啥时候？上次，你给你兄弟下葬的时候，俺就混在队伍里。本来想趁机杀了王红叶他们父子，结果孙大刀突然出现，他俩就真乱跑。 这是刘大麻子指使你去的，对。后来，他又让我去打听通缉刚的消息，我就跟着八路军来到这儿了。不过我加入八路，是我真心想干的。我只有加入八路，才能打日本鬼子，才能替俺娘报仇。这次，是刘大麻子派人暗中跟着我，到了金矿，他们猜到咱们会有行动，所以就告诉日本人。那刘大麻子是啥人啊？ 你给他钱，他啥都干。对，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俺要去打死刘大麻子。结果那小子命大，来，起来。我知道了。 刘大麻子跟踪你，就等于知道了八路的行踪，这事儿不怪你。政委，不管怎么着，还有你不安的过错，我要去找人。怎么找？现在打草惊蛇了，小鬼子巴不得我们回去，把我们抱圆了。说风凉话，你有好点子？天山，继续说。 刚去矿上找了一个伙夫，叫王头。他跟我说，这个矿里有一条密道，这条密道是之前为了防土匪挖的。在鬼子来之前，他们已经从井下把这密道封死了，也就是说，鬼子根本不知道这条密道。到底，那咱们就能直接从隧道走进去，到金矿里把曲明救了。对呀，北地产，你小子最好说的是实话。 宮田君、嵐の前の静けさを感じるか。窒息させられるほどだ。戦闘準備をしろ。
这就是你说的入口吗？是啊，王同说就在这儿接咱们。这地方能通到小鬼子近况吗？对啊，王同呢？他怎么还没来？是啊，我们定的就是这儿，我也不知道他为啥没来啊。李信坚。队长，你小子不会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没安什么好心吧？你看你这话说的，政委，俺跟王头真定好了，就是在这儿他来接咱们。这事真不行啊！就当咱俩什么都没闹过。是啊，这好死不如赖活着。想想矿里的兄弟们啊，一个个活得跟牲口似的，活着还不如死了。想想咱们的家人，咱们的兄弟们，还有咱们的乡亲们。行，看来我们得硬往里闯了，就看谁的命大。兄弟，你让我想想。我们在这儿再等一个时辰，如果到时候王头还没到，必须得撤。政委，别等了，万一这小子使诈，咱们一个都跑不了。怕死你就先回去，你才怕死。行了，你们别吵了。为幻想故里。